再来，曾经脱金发啊，因为这首歌红遍了好几十年啊。我们班上呢，也有一位很轰动的人物，他把这首曲子带到美国去，在美国也轰动了这一段时间啊。欢迎我们星期三这个口琴进阶班的班长黄秀雄黄班长，请接。好，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，还有校长主任好，那我们请班长出来表演小霸掌进阶吼，要甲大家口琴社要甲代表口琴社甲大家拜个新年快乐，然后圣诞节刚过吼，然后虽然刚过，但是新的一年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新的气象，所以呢我们班就准备了一个迷路的小礼物哈，然后。这是昨天做到半夜两点哦，然后都是老师掌声，谢谢。那只要来不及写上祝福的话，所以呢，祝福的话就回去请你自己填了，然后放在家里一个可爱的地方，然后让它有一年像麋鹿一样哦，不仅跑得远，而且又长得可爱，然后又充满希望。所以待会班长在吹小霸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下去啊，不晓得够不够了哈，应该够了哈，不够你就。自己想办法跟别人 A 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口琴班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一、二、三，新年快乐！罗安琴，介绍一下啊，坐这个麋鹿是我们老师的夫人罗安琴罗老师，她的麻烦你，安琴，一起来跟大家握握手。谢谢，谢谢美女。她目前服务在基隆建德国中的老师，教学相当的认真啊，谢谢罗老师。今天时间都给口琴社，所以特别请他安口琴。我们面容班长哦，马上就答应了，真厉害啊！那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？大家晚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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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口琴班的班长是年纪最大、最顽皮的，他在当班长，所以常常带给我们同班的同学快乐很多，那我是牺牲特项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小霸掌